在神秘的世界中心，为了争夺神之庭院的神秘力量，元大陆爆发了惨烈的战争。原本宁静的家园在战火中分崩离析，在冥界女神的庇佑下，所有的种族向未知的西大陆迁徙。大迁徙后，由于文化和信仰的差异，资源和土地的争夺，种族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。最终，西大陆爆发了惨烈的大战。战乱导致部分势力逐渐向东大陆迁徙，并建立了新的文明。数千年后，为了探寻远古的真相，寻找失落的家园，也为了胜利的荣耀，东西大陆的各种族都将目光投向了元大陆上被封印的神秘力量。西大陆的王者，冥界之门的护卫，冥骑士，是冥界女神忠诚的信徒，世代守护着冥界之门，抵御着妄想入侵的亡灵大军。为了王国的复兴，坚守着自己的信仰，即使面对无尽的敌人和被诅咒的命运，依然永不放弃。时间洪流里的智者，险恶丛林中的首领圣精灵，拥有梦幻般的美貌，亘古的记忆，他们隐居在险恶的丛林遗迹中，为了阻止远古恶灵而存在，为了种族的未来，前往诞生地找寻失落的文明。草原的主宰，风神的后裔，兽灵，拥有着猛兽般强健的身体，驾驭着美丽的雪狮，他们是纵横大陆的勇猛游侠，再辉煌的城堡也无法挽留他们追逐广阔天地的脚步。除此之外，嗜血的修罗，荣光的战锤，暴怒的恶魔，在东西大陆广袤无垠的土地上，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种族。勇士们经过历练，才能前往元大陆探索神秘力量。远古时期流传而下的十类天赋，将赋予你更强大的能力。能攻善守的狂战士，内外兼修的武道家，行踪诡秘的潜行者，善用符咒的僧侣，在你的成长历程中，将穿过充满神秘气息的精灵森林，驶过战火纷飞的城邦，越过巍峨耸立的雪山。探索是无限的，还有更多的可能等待着你的发现。
在历练旅程中，你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也会遭遇阴险狡诈的敌人。隐藏在大陆各个角落的怪物随时可能发起攻击，拥有强大力量的邪恶首领等待着你的挑战，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战胜他们。战斗并不仅仅依靠武力，如果巧妙地利用环境和策略，会让你的胜利事半功倍。在世界各地的城镇，你将有机会与更多勇士进行公平较量，赢得荣誉。经历了曲折跌宕的历练，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，勇士们终于可以扬帆出海，踏上前往元大陆的征程，去探索被封印的神秘力量。海上航行危机四伏，风起云涌，有横行肆虐的海盗，有敌对势力船队的偷袭和攻击，更有隐藏在海底深处的海怪掀起滔天巨浪。只有依靠勇气和智慧以及团队的协作，才能踏上元大陆的土地。为了唤醒沉睡的元大陆，争夺传说中的神秘力量，不同势力的勇士们开始占领土地，建立起自己的城堡。他们不仅要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，阵营内部也潜伏着分裂的危机。怀疑、嫉妒、憎恨、贪婪，这一切只因为对神秘力量的向往。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谁又将获得神之庭院的神秘力量？新生的勇士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